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玩一个小魔术。我手里呢有一支油性笔，现在我拔掉盖子，在我的手上呢画一个黑色的圈圈，很清楚。这个黑色的圈圈呢是涂不掉的啊，是涂不掉的，你看涂不掉的。可是这很不美观，很不雅观，对吗？所以我要让它消失，用神奇的魔术让它消失。咱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能否见证奇迹。我开始啊，发功，我要把它抓走啊！你看，消失了。哎，消失的这个黑圆圈、黑点，我要把它抓回来，然后放到我的右手这里啊。看，啊，出现了，神奇吧？我们现在进入教学环节。其实这个魔术很简单，油性笔是真实的，黑色的圆圈也是真实的。那关键一步在哪呢？画一个黑色的圆圈。其实我在放下油性笔的同时，我旁边呢有一盆的水，你是看不见的。但平常呢，你也不要这么做啊，你要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来设置。我沾了一点水，然后呢，我发功去抓，一抓，你看，它马上就消失了。你学会了吗？